长春冬泳的达人如海莲大姐啊，85岁啊，看这身材，看这臂力啊，看这腰啊，多有劲，绝对不像85岁的人呐。你是我们冬泳人的榜样，陈大姐。好，看看啊，85岁，长春市女性最大年龄的勇者。好，哎呀，纵身一跃还有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！看看大姐啊，泳姿非常潇洒，非常潇洒自如啊，冰天雪地。今天39第几天了？谁知道？第三天不第四天？那个多，第四五天了得。还是第四天了。差不多。看看，2018年1月16号。85岁的如海莲老大姐啊，纵身一跃啊，现在水温是-1度多点，外温-18-9度。看看啊，看我们的老大姐啊，上场了。哎呀，老大姐，给你传到全国冬泳群架，让你的精神发扬光大。感觉一点都不凉，太漂亮了。大姐冷不冷？那还不干啥，指定的冰凉。冬泳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